梅西每次踢完比赛都要交罚款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比赛结束，几乎每个对手都追着梅西交换球衣，但五大联赛规定，球衣属于俱乐部财产，哪怕你是梅西，都需要为被换走的球衣支付200欧元。难怪有球迷调侃，梅西每次向老婆要的零花钱都花在罚款上了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当自己被索要球衣时，梅西也会拿走马拉多纳送给他的纽维尔老男孩的球衣。众所周知，纽维尔老男孩是梅西人生的第一支球队。